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Xi, for welcoming me to Taiwan today.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蔡总统欢迎我来到台湾。在这波的疫情当中，台湾已经证明不仅可以守住国家的国内的疫情防线，也能够有能力协调其他的国家对抗疫情。我要再次强调，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在健康人权之上。WHA 排除了台湾的参与是违背一位不是人权的人。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川普总统、庞佩欧国务卿以及阿扎尔部长等许多美国的友人，持续的肯定台湾模式在全球对抗疫情上的贡献，并且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台美在共同研发跟生产疫苗以及药品上都能够有显著的进展。